今天要分享的是转蛋歪头萌样的动物们，或者是萌样歪头的动物们，就基本上是指同一个商品。然后全套总计六款，然后就直接分享给大家看。第一个要开的是绿色转蛋，就是转蛋里面这个是编号3的那个灰色的猫。猫是这样，侧面是这样，后面是这样，另外一面是这样，上面是这样，下面是平的啦。然后注意看的话，有把他们的那个猫的那个肉球的部分也画出来了。当手机不知道相机拍得到拍不到。然后脸是这样，这是绿色的转蛋。然后再是红色转蛋。这转蛋这一个算这一次这个是应该是鹦鹉，黄色的鸟，这是鹦鹉还是鸟？侧面是这样，我觉得相机好像收的不是很好。鸟是这样。侧面是这样，后面是这样，下面是这样，前面是这样，这是红色转蛋。哎，这个才是红色转蛋，刚刚那个比较偏桃红色，还算橘色。不管了，反正就其实有点不一样的转蛋色，也是红色，对。然后里面的一样也是小鸟，然后颜色是灰色的，正面是这样，侧面是这样，上面这是红色转蛋，再来是蓝色转蛋，蓝色转蛋的则是编号2的猫，正面是这样，侧面。后面有花纹啊，跟刚刚的基本上是一样的啊，对啊，并没有什么差别。这是蓝色转蛋，然后再来是粉红色转蛋，然后粉红色转蛋的一样是胶啊，鹦鹉，侧面是这样，正面。上面、下面，然后再来是最后一颗，最后一颗这个应该就是编号1的黄色转蛋，一样是猫，编号1的猫，上面是这样。这系列总计6款，有兴趣的朋友。